像一双双眼睛。它那个就说这个眼睛，你看那个白的地方就像人的眼睑，上面那个金色的就像眼睫毛一样的，下面那个空调就像个像人的那个眼珠子，看着挺科幻的，挺奇幻的吧，我觉得。啊，正好盯着那个，我觉得盯着正好对那个洪崖洞嘛，啊，对吧？盯着下面看。哎，那个白色的楼，有没有看到眼睛没有？看到好的眼睛没有？看到了，像什么它？像眼睛吗？